真的打算要见顾兆礼了，当着我爹的面吗？放心吧。老爷已经通知小姐和姑爷了，他们马上就到。哎呀，快去催，让客人等在这里成何体统啊。司令，不急不急，这是我应该的。让顾大少爷见笑了，想必是小两口新婚燕尔，相隔数日有些痴缠。司令，其实我对您这位新晋姑爷是早有耳闻，我一直听说他胆识过人，有勇有谋，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之前我借他的名义混到府上，也是想早点结识这位少年有成的裘万生兄弟。我这个姑爷呀，确实是一表人才，否则我怎么可能把我的掌上明珠嫁给他呢？但再优秀的人也有他的弊端，这次和景时珍正面交战，可以看出他打起仗来确实是不堪一击。哦，司令，俗话说得好，人无完人嘛。啊，老爷，人来了。哎，若秋，裘万生呢？万生复生在房，恐怕今天晚上不能陪爹款待客人了。复伤了？嗯，不可能啊，他回来的时候还好好的呢。回来就发烧了，医生已经看过，现在喝完药已经睡了。发烧了？我看是怕见本司令，或者是怕见生人吧。爹，您明知道万生跟顾家的渊源，为何安排这个饭局？您故意的吧？顾兆礼对万生意味着什么，您不是不晓得吧？今天是女儿不让他来见这个杀兄仇人的，如若爹企图跟顾兆礼有接下来的合作，万生也表示为了大局着想，不会多做阻挠。哎呀，顾大少爷，小女让本司令给宠坏了啊，还请多多包涵。哎，司令，这是说的哪儿的话？她是爱夫心切啊。哎，洪小姐，请贵客见谅。哦，他这是替姑爷赔不是。哎呦，这哪敢呢？来。好，顾大少爷。哎呀，我这个姑爷来不了了，我让小女陪你多喝上几杯。来，坐。好。来，请。好好好，来来来来，吃菜。来来来来，尝尝尝尝。好好好，司令，我敬您一杯。哦，好。来来，干杯。来来来，吃菜吃菜。好好啊。乌兰长官，你家小姐呢？顾先生走了之后小姐就睡了。那你家姑爷呢？小姐不是说了吗，
姑爷他发烧了，看过医生，已经吃了药，睡下了。生病了？嗯。不会吧？上午我们回来的时候他还好好的，怎么说病就病了呢？乌兰长官，这生病还分什么时候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去吧去吧。明子，你还活着，你还活着，没错，我还活着。既然活着，你为什么不来找我？为什么不来找我们？的确没有去找你们，我身受重伤，昏迷不醒。我被洪日进的女儿洪若秋救了以后，直至半年我才得以痊愈，所以我没有办法回去找你们。名字？我叫裘万生。赵丽，她现在是彻底忘了我们当初的约定，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我景时臣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让江都无烟。Thank you.
明子，你在那边还好吗？这屋子我一直都找人打扫，希望你哪天能回来。我那天在战场上看着一人。 我以为是你的，我是不是疯了？明子，如果那个人真的是你，该多好啊！至少你还活着。我现在每次打仗。 照例，现在是个丧家之犬，那是他应得的。我现在一直按照我的理想往前走着，我的理想会有实现的一天。到那时候。 天下太平，百姓们都能吃上你爱吃的羊骨头。兄弟，你等着我。 就是裘万生，没错，洪日进的女婿，裘万生。你为什么要这么做？若秋救了我，我们日久生情。为了能和他在一起，我不得已隐瞒之前的身份。怪不得这个裘万生一直是不肯见我，原来是这样。 是你为什么会投身洪日进，还帮助他打击景世琛？明子，这不是你的为人。命都没过一回了，还为人有什么用啊？若秋让我重生，我喜欢他，我一心只想和他在一块儿，为了他，我什么都愿意干。 包括跟景世琛对峙阵前，为了他，我觉得值。明子，你变了。你又何尝不是呢？你到丰安来投诚洪日进。 难道不是为了打击景世琛吗？我不一样。景世琛他亲手打死了我爹，他是我的仇人，这辈子我们再也不是兄弟了。我们已经回不到从前了。
我们都是一样的。从天险山上，你跟景时辰把我扔到火坑里不管不顾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再也回不到从前了。明子，我们没有不管不顾，当时的情况那么急，我只能一个一个的救，我怎么能抛下你呢？我们是兄弟。兄弟，那你为什么不救我呀？好了，我不愿意再提以前的事了。我这么晚来找你，就是想告诉你，我会全力支持你打击景家的计划，不过是以裘万生的身份。你记着，我是裘万生，是洪日进的女婿。我对我以后的生活不想做任何的改变。我之所以支持你，是站在我岳父洪日进的立场上。我会逐步扩大洪家的势力，等你的计划成功以后，就按照你跟洪日进商量的，你拿走五合堂，继续做五合堂的掌权人，顾家的大少爷。我还是裘万生，明白没有？明子，明子早就死了，烧死在天险山上那个茅草屋里。裘万生，
营长身体怎么样了？多谢长官关心，身体已无大碍。昨天江东顾召里登门司令府，你知道这事儿吧？知道。司令还特意设宴款待了顾大少爷，恰逢一营长身体微恙，这事儿未免太巧了点吧。想必这位就是裘万生裘营长吧？久仰大名，今日一见，实属荣幸。顾兆礼，顾大少爷。哦，你认识我？应该说我们早就见过，可顾大少爷贵人多忘事，怕已经不记得在下了。恕我眼拙，咱们是什么时候？哼。很多年前的事了，也不必再提。哦，你们都到了。司令，本司令在此恭候多时，请。请。司令，放心。我现在是洪家的人，会以洪家的利益为先。这就是目前两军兵力部署情况。大帅，这是我根据上一次给景时琛送弹药的记忆画出的他的前线指挥布防图。我们整个计划就是从夜袭景时琛的前线指挥部开始。吴兰兄，这个就交给你了。没问题。什么时候行动？宜早不宜迟，就定在后天晚上。尿不行啊，喝多了。时辰，爹，这么晚去哪儿啊？我接到消息，说前线的粮库漏水，我得去看看。
前线可千万不能断粮啊。怎么会呢？最近天干物燥的，有很久没有下雨了，怎么会漏水呢？我觉得有可能是这个粮库年久失修，地下水渗透上来。不管怎么样，我得先去看看。好，哎，路上千万要小心啊。知道了。造的，有很久没有下雨了，怎么会漏水呢？等等，我前天才让人把粮食晾在指挥部的院子里，哪来的渗水一说啊？停车！停车！掉头！怎么回事？景少帅，下车吧。老实点啊，上车，快点。想保景世臣平安，明天午时之前退守200里，红日进。红日进，你个卑鄙小人！红日进都打过来了，少帅也不知道去哪儿了。报告，长官，不好了，红日进的主力已经追上来了。怎么会这样？不是说要退守200里的吗？江东要失守了。打得好，再打。
大势已去，我劝你还是不要再抵抗了。你太卑鄙了，洪日进！你和我打了这么多年的交道，连这点道理还不懂？我劝你还是缴械投降，这样才能保你一命。我们是绝对不会缴械投降的。 本帅悉听尊便，放了我手下这些人。大帅，闭嘴！景大帅，算你识相。哎，我说你怎么还坐在这儿啊？不收拾东西走人呢？现在景家已经完蛋了，咱们跟景家走得那么近。 难道你还等那个狗日的洪日进给你好脸色啊？娘，稍安勿躁，啊！你说这江东变天与咱们何干呢？再说了，只要咱们五合堂还能供得起军饷，哼，就算是他洪日进也得乖乖的与咱们交好。这年头啊！ 钱最好使，我不了解洪日进这个人，你这样做太冒险。冒险啊！我放弃五合堂才叫冒险呢。我好不容易夺回了五合堂掌权人的位子，我怎么能就这么轻易的放弃呢？顾少礼，是，我回来了。哼，带了这么几个兵。 你回来送死来了呀！来人呐！你们要是不想跟着顾昭志送死的话，就赶紧把枪放下。你他娘的胡说八道什么呢？就你这脑子，我要是不杀你，你早晚也得被人给弄死。你觉得洪日进为什么选择现在攻打江东呢？你投奔了洪日进？ 你娘都比你聪明多了，哼！顾昭林，你可真够大逆不道的啊！大逆不道？什么叫大逆不道？你勾结外人，谋杀亲兄就大逆不道；你伪造遗嘱谋权篡位，那就大逆不道；竟是趁杀了我们的爹，你还跟景家做狗，这才叫大逆不道！顾昭志。 金晨，爹！
大哥，你跑了，突然就人间蒸发了。你觉得我不会给自己留条后路吗？我毕竟看你玩了这么多年的阴招，玩得那么顺手，我也得学会两手吧。哼，他们两个人，我帮你养了那么长的时间，你都没有发现呢。哼，大哥，看来你并不是很在乎嘛，是不是啊？大哥，别害怕，放心啊，我不会人多欺负你人少的啊。我现在手上有两条命，没错，你也有两条。这样，我们娘俩呢，换他们娘俩。哎，你不吃亏啊。顾昭之，你要是敢动他一下，我会让你生不如死。我动不动他，取决于你守不守规矩。笑着在一起跌跌撞撞，立下的誓约同生共死去闯荡。兄弟难当成为了过往，世事无常各自的方向，一路荆棘坎坷，岁月的漫长，那一份情谊还是支撑的肩膀。兄弟一场，一起走过的地方，就算独自去闯，心里有你在身旁。就算过去留下裂痕，不要再